呀，抱，抱，抱一下，抱来，这样。不玩了啊，黑猫，我们去弄点吃的，我有点想吃烤鱼了，要怀念。不要去外面那个出去了，买那个青鱼来做那个烤鱼吃啊。我们家里有一个大的鱼，大的鱼可以做吗？可以，可以的。哎呀，都要你了，可以吧？不，哎，那都请着烤个点鹅的了。对啊，阿快都去烤鹅。喊我再干个呗。干不大，你装两点。那我等，那你给我装上点。我们家几个公司？我等一个烤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吃不懒做，想吃的吃的播客播，欢迎收看直播课。妈妈让我到水池里抓一只大鱼啊，我看看能不能抓到啊。哎呦，哎呦我去，大鱼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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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，大鱼哥，来来来来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大，大鱼哥。今天就做个美餐啊！哎呦，我去！哎喂，安静安静，休息吧休息吧。哇塞，这个鱼太大个了，我的烤炉都没法烤这么多。哎，这个怎么办？那我把它切开，分成两段来。哦，处理一下啊！哇塞，好大，好肥！给它割几刀啊！等一下还弄点料给它调调，我也没做过这个烤鱼啊，今天动动手。按摩一下啊！洗个盐浴，没有弄啊！按摩一下，按摩的这么舒服，肯定很好吃。拍一下，这好薄一点，啊，薄半点薄。打个结，拌一下，拌一拌。哎，来马杀鸡，擦一擦，按摩按摩啊，腌制腌制。哎，这包在里面，大家可以取出它的腥味啊，腌制一会儿。刚才给它按摩过，这个肯定更加鲜嫩。剩余的调料全部给它倒进去，这样去除腥味更快一点。
啊，杨总，我来，你叫一个人陪我上来，等我上来。你干嘛去走的时候又好了？掉眼泪的感觉，放水里洗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会少掉眼泪？哇，掉眼泪了，哦，好难受。哇，吃不消，吃不消。把鱼塞进来，不敢塞啊。是这样子呀、啊。先给它弄一下啊。好嘞。好香，好想快点吃。好想快点吃啊？那我把它烤起来啊。结实。哎，不会的。你都帮你烤。要烤香啊？哎，看到了。刷点油。英哥，听着你个锅牙也是够屌，我给你。喂洋葱，真的呛死了。Thank you.
吧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好吃，多吃点啊。太好吃了。我太安逸了。哇，这个辣椒敢吃不？哎，你敢吃吗？没事，哎，算算算，我不给你。这个这么辣的辣椒自己吃。辣得很的喂。辣不辣？太辣了。